就在之前我是奔着一块铜牌去的，就想着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各个几个都是国家队的嘛，所以大家实力都比较清楚，然后本来是想着奔着一个铜牌去的，然后心里头说实话真的有点凡尔赛，就是心里头拿了一块铜牌拿了银牌。然后今年整个赛季我的成绩都是比较低迷的，唯一好的比较好的就可能就是全运会，就只有这个。然后恭喜我的以前的两位朋友，然后也是同事了算是，然后恭喜他们能拿到好成绩。好，谢谢。